朋友们，今天来看一看我的冰箱里还剩下一些什么东西吧。所剩不多了，这是一个牛肉培根，我用来炒豆芽吃的。我妈从老家给我寄回来的百合粉，养胃健脾。河马买的鸡蛋还剩两颗，这是山药和藕粉，藕粉也是老家的。外卖剩下的酱料可以用来炒饭。水果只剩一个苹果了。这是低碳的面包片，早上用来做三明治用，碳水含量比较少，也是河马买的甜玉米，新鲜的可以爆汁的那种。这个是膏状的五红汤，我没怎么喝。我最喜欢的海盐荔枝口味苏打水。这瓶茉莉乌龙是凑单买的。最后还剩一瓶燕麦奶，就是这些啦。小红书。关东煮里的萝卜超级好吃，鸡蛋也可以。这些打面，饮料类的话，这些茶饮料都可以。这个可以，虽然它是芝士棒，但它是健康的，是高钙的，每只约等于半个苹果的热量。然后这个萝卜是生吃。他们蟹肉棒，连他们都会卖大林那种形状的蟹肉棒，然后这种觉得没有那个好吃。平价版无糖酸奶界的天花板，我心目中的。坚果区还是不要买好了，因为它这儿的坚果都太大包了，一般人会都吃完。我就是那种会都吃完的人，所以我不会买超过25克一包的坚果。其实这个西西果冻也可以，葡萄味的挺好喝的，但是太贵了。要不就吃正常的果冻吧，没必要吃珍珠。这一区基本上就不要逛了。我几乎没有吃过好吃的便利店甜品，可能是我对甜品的要求太高了。高森的冰皮月亮还可以，冰面包也好吃。然后我们去拿上我们的关东煮，回去吃饭吧。这就是我刚刚在便利店里面买的一些我觉得又好吃又低脂低卡的食物。膳食纤维、蛋白啊，说起蛋白，溏心蛋没买，碳水、饮料什么都有了，就是营养非常均衡的一餐。我心目中的无糖酸奶天花板（括号平价版），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贵族版，就是这个酸奶，但是那个便利蜂没有，就是北海牧场的，因为它里面有爆珠，而且是葡萄茉莉味的，特别好喝，比这个贵一点。然后，好丝滑的口感。关东煮呢，就是我在剧组基本上每天都要吃关东煮，太方便了，就是麻辣烫的替代品。有的时候点麻辣烫没那么快到的时候，就随便找家便利店买点关东煮垫一下肚子，特别好。我总结过，罗森的魔芋节是最好吃的，就是特别大个，还有那个圆白菜卷猪肉卷，那个也很好。那个好像是711新出的，711出什么新品，我总是第一个知道。就好像你们家爱豆出新专辑，你也能第一个知道一样。这个是小胡萝卜，小小一个，甜甜脆脆的，当小零食特别好，可以补充维生素。这个玉米呢，是在买不到蒸的玉米的时候，我就会买这种速食的玉米。这是甜玉米，这个是乌龙茶。一般我在便利店买饮料，要么就是买乌龙茶，要不就是买那个红豆薏米水。但是我们今天拿错了，拿的是低糖版本的，其实应该拿无糖版本的。低糖的也不怎么甜，它的热量也挺低的。
而且喝乌龙茶对身体好，我就觉得所有的茶饮料都对身体好。如果你们在便利店吃到了什么又低卡又好吃又健康的食物，也可以推荐给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分享，然后下次我遇到什么好吃的也会分享给你们。这个就是今天在便利店跟大家分享的了，希望大家小红书。